哎，阿珍，谢谢你，不会，没有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拜托，你是有做慈善的本钱吗？出席，开口闭口不是钱。你们医院常常找乐团来表演哦，看你的表情，你感觉就很喜欢音乐呢。嗯，我很喜欢。你可以试试看走音乐这条路啊，我觉得其实你蛮有潜力的。 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哎呀，我想听过这首歌。有啊，这首歌最近蛮红的。什么很红？很好听，好不好？会不会讲话？会不会唱歌？六点，钱柜。钱柜，六点。好啊，反正也很久没去唱歌。找翠翠吗？好啊。翠翠，待会六点钱柜要不要跟我们去唱歌？ 哎呀，好啊，我都没有跟你们一起唱过歌哎。对啊。哎，那我们可以邀小柔一起去吗？嗯，你要去这个脸贴冷屁股，我是不介意啦。什么意思？你才刚才不知道，他可是一座冰山啊！上次有人想找他讲话，被当作没看到。笑死！我就不说那个友人哦，上次被当空气人那个脸，好糗哦。小声一点。 你没那么夸张啦，我去问问看啊。哎，小柔，我们几个要一起去唱歌啊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去？空气人加一。是说不知道耳机里面在听什么东西。啊，谁管那个怪人听什么啦？走，我们去唱歌。走啊！ 哎，两位帅哥，要去哪里啊？全市森林公园啊 ，APP 上面不是有写吗？我当然知道 APP 有啊，你说的那边哦，我刚载主客人也去，哎，好像有表演。哦，对啊，我们要去看街头艺人表演。哦，这么说你也喜欢听音乐哦，我好喜欢听音乐哦。有一个人啊，是那什么好声音的新人啊，叫做思贤。哎，我放一首他们的歌给你听好不好？ 好好听哦，我每次听每次唱。其实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哎，对吧，阿正？我觉得蛮普通的。 其实司机大哥，你唱的真的很好哎！我跟你说啦，就差再到一个星探而已啦。如果有星探哦，很多歌星哦都没工作，应该是我会红。拜托，哪能听啊？上一组客人哦，也是我唱歌唱得很好听啊。我想哦，你跟他们一样都很有音乐的天分，懂得听出来什么叫做好歌。 接下来呢，要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。这首歌呢，是我的自创曲，是要送给我妈妈的一首歌曲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。谢谢。想起离开故乡的彼一暝，妈妈对我交代爱无着，不管以后的路风雨偌多，免惊，我拢在这。
的歌，故乡的妈妈，你敢有听见这首歌要来送给你？谢谢大家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欢迎更精彩的演出——阿志乐团。哇，谢谢刚才玉玲姐那么精彩的演出哦。那虽然现在天空已经有点飘雨了，那现场的观众们还是很多哈、哦。谢谢你们还愿意支持我们。那我是阿志乐团的主唱阿志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排行榜第一名的歌，叫做《角落床上》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开始。真的哎，那我们赶快过去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谢谢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今天有来，那个女生超可爱的啦。那里有 IG， 等一下我给你加。拜托，你只关心人家女生长得可爱，说不定就是交流一下就可以当个朋友这样子。看你想的太多了。吉他手其实弹的也不错，你要不要跟他学一下？还可以啊。你确定？拜托，你有看我 solo？ 每天都在看好不好？你逼我的、啊。我弹的比较好吧？难讲，难讲。小龙回来了，东西收一收，赶快过来吃饭啊！小龙来，多吃一点。哎，你那边还有没有钱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最近有人推荐一只股票，还不错啊。你又要把钱丢进水沟里面是吗？最近赔了多少钱，你心里没有数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次消息很准啊，这次一定会赚。我听你在放屁，这句话我听你讲过几百遍了，我不想再听了啦。如果会赚的话，人家早就留起来赚了，哪里轮得到你？跟你们女人讲这就听不懂啊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不要，要像我们以前这样继续领死薪水，生活是会过得比较好吗？总比你把钱都赔光光好啦，你就是等着被人家割韭菜还不知道的白痴啊。不跟你讲啊，跟你们女人讲就对人弹琴啊。股票的事情我比你懂啦。小龙，你干什么？你看你女儿跟你一个样，全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总比她笑你好吧？你叫她像我又怎么样？很难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是为这个家着想，好不好？你为这个家着想，为什么都不能放好钱回家？没有难吗？我这不就是为了现在着想吗？你知道股票里面赚的钱。
上次听到你弟弟好像对学音乐有兴趣，这个东西或许对你们会有一些帮助。这什么啦？你自己打开看不就知道了。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个东西，推你一把，就是身为你最好的闺蜜的责任。是谁啊 ？Surprise！ 说吧，你是有什么事情要拜托我？真不愧是我好兄弟啊！